可以来一段 B-box 吗？可以啊。King Inertia，King Inertia 打的比较多的是 C 的 bass，就是那个猛毒的声音。We are Venom。打 Collapse 的段子，干 Collapse 段子真的很难抄，我会的可能都是一些片段而已。What I do. River 就更难了。Fish，Like the way you work it, no diggity. I gotta back it up.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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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his 哦，干 his 我就只会打那个哈。冲爆，冲爆那个。阿烂哦。他出呀。
放火，你问的这个人是那个日本人吗？一个很元老级的，我查一下哦。诶，他的东西我是真的没有研究，太 old school 了。我听一下他打什么。还行还行，前面还行。1500，OK 的啦，1500，好吧，算你学费。我现在教你，OK 吧？我教你基本声音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大鼓，嘴巴，好不好？先这样子，然后用力的去挤压，哦，上嘴唇跟下嘴唇用力。第二个音，hi hat，这个，就是念，有点像 T，吱吱吱，然后短一点。然后把人声去掉，第三个音，CK，哦，舌头顶在上颚，然后往里面吸，吸出有点像这种摩擦挤压的声音之后呢，把它缩短，好，这是 CK，然后你会了这三个音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打 beat。就这三个音，好，其他音我都不用。K 完全吸不动。对了，基本三音里面最难的就是九妹也会吸 K。OK，哎，对，第三个比较难一点，前面两个很简单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感谢你的1500，好不好？OK 的。亲自教学一对一啊，Alex Inio。俊哦，俊我会一点点。新港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应该是这样做，
Big Bang，我想一下哦，想起来了。I'm a big boy, I'm a big boy, I'm a big boy, I'm a shadow soul。可以讲一下学 Big Man 的诀窍吗？你可以去练音阶。这样去练。有没有？他这个东西也是一样，贝斯转人声。全部都是贝斯转人声。我要跟观众说再见了，米姑姑。米姑姑之歌啊，结尾好不好？